什么是三法一啊？三法一就是佛陀就南传的，现在还是一样啊。一个是就是内衣，那一个就开始庄严一下，然后一个是更庄严的，就外面那个庄严，就法事的时候啊，就是一些重要的场合，念经修法的时候披的，还是有时候去应供啊，去那些应供，就大的地方应供要搭的。那第二个衣呢，就穿起来就比较清爽，但是还是很正式。那里面那一条就是贴身的，简单的附一附而已。那个就一般自己在疗房里面啊，那个或者在私人的领域里面的一种搭衣方式。那当然佛陀一定是要三衣具足。那当然我们也只有看到他外面嘛，外面这个就是庄严的衣附在外面啊。那你观想就观想这个样子就可以，里面怎么样不用观想，就观想这个样子就可以。嗯，不是穿汉穿的，他佛一定是穿那时候他们的衣服了。那现在南传也就延续这种传统嘛。嗯，好，接下来就